北京时间8月10日，中超第17轮的焦点大战中，领头羊北京国安坐镇主场面对江苏苏宁。赛前，双方首发阵容出炉 ,CCTV5 视频直播，今日头条图文直播，比赛19-35开球，国安上轮1-1战平鲁能，继续以一分优势领跑积分榜，而且已经连续15轮比赛保持不败，主场更是5胜4平，成为唯一一直在主场不败的球队。不过国安虽然在与苏宁的比赛中占据上风，但2016和2017赛季主场面对苏宁不胜，此役能否迎来最近三个赛季与苏宁的主场首胜。苏宁方面帕莱塔禁赛，克谢拉伤停，奥拉罗尤只能派出博埃基耶和埃格尔两名外援出战。不过周瑜本轮解禁复出，国安方面让巴坎布轮休，索里亚诺领衔出战。北京国安首发阵容门将25郭全博 U23, 后卫18金泰妍 ,24 张宇 ,30 雷腾龙 ,28 江涛，中场5奥古斯托 ,6 池中国 ,10 张稀哲 ,23 比埃拉，前锋9索里亚诺 ,19 于大宝，江苏苏宁首发阵容门将1顾超，后卫2李昂 ,6 杨博宇 ,28 杨啸天 ,12 张小斌，中场3田一农 ,18 张凌峰 U23, 22吴曦 ,24 吉祥，前锋9埃德尔 ,38 博埃基耶